刚才在那边呢，我去了两家旧货店，一个是卖旧货的，一个是卖东西的，但是我都没看到三脚架，三脚架这边没有，去前面看一看吧。哎呀，在这录制视频呢，有一个很大的坏处，就是他妈大家都在瞅我，我这个脸很小啊，不太好意思，在这边录。我想买个三脚架，但是始终没有看到便宜的。刚才有一家旧货店，它在门口摆了几个三脚架，好像不是很便宜。哎，变灯了。哎呀，7:23 啊！今天果然是都开门了，商店看到了吗？